来继续社会新闻，来看刑事局的扫黑行动，发现到天道明太阳花一个角头，长期来霸占到新北市的中和区。这个角头会嫌细汉的，今仔上门要共买物件，但是嫌东嫌西，刷落来都威胁这个店家，若想要好好啊做生意，一个月都要来纳1万块到3万块不等的保护费，总共是有4间的店家来受害。啊，有20万的保护费，和这个角头来提过手。即马有7个人被逮捕，其中5个人被收押，啊，因的拆收嘛已经和警方拆牌破掉了。警察提枪和破坏器材都蒙不起，这就是嫌犯住一个所在，就是每伫咧徛家厝被防撞到，到尾嘛是叫警察抓起来。另外一边，警察将阿祖嫌行踪，伊含朋友到基隆三星感觉被看朋友，无看到人就叫便衣警察包围铐起来。代志就发生伫咧新北中和，警察拢去办公室搜索，查扣6000块，桌顶的滚啊球棒全部拢是嫌犯用来威胁店家技师。原来天道明太阳花系统的角头29岁毒毒品伤害早期前科，搁伫咧中和饲一阵细汉的，因会找当地店家跟徛空，或者是消费不满意就呛声讲要喊停，甲被害者收保护费1个月1万到3万，其中两个店家搁互威胁到放火掠钱，系统的角头非法赚20万。警察以恐吓处置组织犯罪，拢总掠七个人，其中五个人被收押。汤清的主嫌啊，他先派遣小弟啊到这个各个商家啊去消费哦，然后再从中间哦这个借故啊以消费纠纷为由，然后再这个自曝这个帮派的这个名号，然后向其恐吓取财。今日咧上头前诶，就是29岁姓唐的角头，以开发公司的名义挂羊头卖狗拍，甲无辜店家强制收保护费，性地是潘庆庆恶恰恰，含 IG 个人相片抱查某囡仔模样是天差甲地，即卖警察扫黑，甲黑帮势力抓起来，嘛互受害店家会当安心做生意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